我是索菲亚，来自中国枣庄，母语汉语，自幼说普通话。我大学主修英语专业，精通英语，至今已有6年的英语教学经验，以及3年的中文教学经验。我知道，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掌握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，能够使用语言与母语者无障碍的交流。不用担心，我会逐步帮你达成这个目标。关于我的课程有：一、3到5岁儿童普通话兴趣培养，教小朋友说标准的普通话；二、6到11岁小学阶段的拼音、中文表达以及写作能力的培养；三、HSK 课程。HSK 课程是为成年人学习普通话，考试与教学相结合，梳理考试内容，提供相关练习，帮助你顺利考试通过而设计的。我的教学风格简单易懂，适合所有的学生。如果你对我的课程感兴趣，快加入到我的课堂，我们一起开启学习中文之门吧。